1983年，婚姻馆长甲朱伟杯滑轮溜冰竞赛，今日伫斗六市县立溜冰场落座展开。参赛选手当中，真侪拢是国中小的学生。主办单位希望借着这项竞赛，栽培地方的优秀选手，并且配合教育，鼓励青年人重视健康的运动。即摆是咱1983年的馆长杯，啊，甲这个朱伟杯吼，啊，同齐来伫只举办，啊，咱来参加。这次活动的这个单位吼，总共有60个单位左右吼。啊，咱是尽量对这个滑轮溜冰的活动，加举办甲咱教育有所结合，啊，来加会咱地方遮的学子吼，互因有一个正当的兴趣。婚姻馆的溜冰场是设在斗六市的运动公园内，环境优雅，是一个真适合运动的所在。啊，咱婚姻馆吼，会使讲。所有全省的这个溜冰的场所吼，咱是上好的一个，因为咱伫人文公园遮吼，边啊这个绿意盎然，啊过来吼来的时阵，特别来遮原地来遮佚佗吼，也是讲来遮休闲呢，啊同齐陪主地来遮举办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吼，拢非常好的一个所在。因为有好的场所和环境，婚姻馆这几年也确实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溜冰人才。啊，咱婚姻馆到目前为止吼，这个成绩嘛非常的好吼。咱也栽培几下个国手吼，会当来伫咱省运比赛得奖以外的，啊，咱嘛有加送到这个亚洲杯吼，国际去参加比赛，咱婚姻馆拢有真好的这个成绩伫遐吼。婚姻馆这项溜冰竞赛，甚至优秀的选手将代表婚姻馆参加每年的全国比赛，争取婚姻馆的光荣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